齐莫腾，我的部队也已经就位了。不过，你确定要这么做吗？我们为这次作战调动了近70%的机甲，我有点担心驻守总部的可可利亚那只母狐狸。特斯拉博士，我们绝不能让奥托的计划成功，不管付出多少代价，我们都必须阻止崩坏再次降临。这也是为了那个人和逆商。我在你们身上下的赌注这么大，可不要让我失望啊，德丽莎女士。想想我们有多少年没回总部了，特斯拉博士。看着这里，又不禁想起那几个老朋友的名字，爱迪生、普朗克。不过现在不是怀旧的时候了，我们都还有着重要的使命。没错，睡美人在等着我们。来了吗？第四代鹰武神装甲，引擎是月轮，限制解除。